就是当时的那些居民以这个泉州人啊，泉州人就是海南人哦，啊为大部分，所以一当时来到就没有人懂得这边要怎么样来给他起一个名称，到最终呢就看到了很那个一涨潮的下雨的时候啊，过后呢就看到了很多的那些所谓的那个乌龟啊，所以他们还以海南话就讲啊归来归来，所以就演变成了这个啊启用这个归来归来的这个名称作为这个当地的古来的这个啊这个名称咯，就是这样。海南话的谐音阿九啦，同样是阿九啦，人家叫海南话叫莫搞嘛，就是这样啦。班上人都是用一样的料，问题是说我们用的东西会比人家多一点而已嘛，调啊我们用点啊一样的，你放味精啊糖啊那个盐之类，完全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干捞，然后它还会有汤，然后汤也是很好喝，加上辣椒更好吃。